你看女生都还没说我愿意，男生就起来了，你看女生多好心哦。好的，来，我们先让那个柯佳燕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看到修他居然单膝要跪下的时候那一刻。没有，我先跟你说不好意思，其实那个单膝下跪虽然是你人生第一次，但是其实赵又廷也对我做过。是，然后我刚刚看他真的好紧张哦。是，你这样回去好交代吗？哎，不好意思，修杰楷回去不好交代，我想柯佳燕回去也不太好交代吧。OK， 我又没有跪。哦，对，但是你啊，对。而且你也没说 I do， 对不对？你也没说我愿意。啊、但是虽然不说我愿意，但是他愿意把表带回去好好珍藏，对不对？哦，那我们要请修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真的是紧张到，如果大家近距离访问他的时候，他的人中那边大冒汗、啊，你真的很紧张哎。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紧张哎。你真的回去很怕。对，好像有一点。怕被打一顿，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把夏丽豪非常棒的腕表带回去送给他，他就不会骂你了，没错，好不好？哦，那我们通常呢要跟大家说，我们送了夏丽豪高级腕表，一定有它的含义在，对不对？这一只表的含义是什么？要请这个修跟我们分享。其实它就是一个七夕情人节非常适合的代表字，叫做乐。乐，对不对？对。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灯开得很亮，也邀请大家看一下修的这个左手边，我们大背板上要为大家显示的 Central Pace Love 的表款，在夜光下面就会出现 Love， 对不对？没错。是，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把精华城的灯关掉，没错，对，很想这么做。是，那请修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特别选择 Central Pace Love 夜光系列，能够呈现 Love 的这个表款呢？因为我觉得要送给女生，不能送那么简单的东西。是，我觉得夏丽豪这个表款有一些小巧思，它可以在夜晚的时候，让你女生在家看到这只表的时候，她会说：哇塞，怎么会有这个英文字母，然后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对，而且是在就是可能一定要暗暗的时候，是，所以这也是一个暗号，就对了。没错，对，两个人可以一起就是暗，然后一起这样子看。对，所以我们也要跟所有朋友们说，当那个时间灯一关掉的时候，就请女生就可以跟男生说，你看现在几点了，然后就看到上面有 love 了，对不 对？是，所以真的是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我们今天要再次感谢大家特别来到金华城，我们的广播不断的告诉大家，这里就是金华城，因为来到金华城的夏丽豪的柜位当中，就让所有的朋友们在特别的七夕情人节送给一个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最棒的礼物，对不对？那最后的最后呢，要请佳燕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上面有夜光 love 的字样之外，它的链带上面是不是也有很特别的巧思？对，因为我觉得除了它还是经典的钢索设计之外，它这次就是在那个表链的部分，装饰表链的那个链带的部分是有两颗星星，是，然后你戴上它的时候，左右一颗你就要把它扣在一起，是，是有一种把两颗星紧紧的绑在一起的感觉。没错，不但要绑在一起，还要锁上哦，让所有的朋友们在七夕情人节有了夏丽豪之后，让你要说出那些浓浓的爱意。如果你害羞不好意思说的话，不管是 Central Pace Love 的这个高级腕表，或是 Tango 的饰品，都能够代表心里面的感受啊。